今天是 NAB 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哪？现在去 BMD 的秘密发布会。在那个南馆的侧边上，其实现在还没有开门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先到那边去，然后从那边绕进去，从后门绕进去就可以了。我们还没吃早餐呢，没时间吃早餐了。对，好饿，走喽。Yeah, Black Magic. Don't say bad dumb. Don't say bad dumb. Thank you. 他居然知道我们要去 Black Magic. 真的要理他。Obviously, you've seen the poster on the front of the hall. So, hang on a sec. And so,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. You can see it's a very new design. It's completely. So thank you very much.现在 Tim 在测试音频，这是 Richard， 我们马上就准备采访了。现在我们采访主要就是用那个 C300 Marker， 分工在监听。好，饿死啦！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去另一个展馆了。我们现在就要去拿我们的入场的那个证，我拿到了。现在 Tim 在 Adcom 这里采访他们的那个秘密的新产品。我们今天总共去拍了五家厂商，然后。我们跟 Team 是分开了，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今天拍了多少家，但是我们今天拍了五家，然后第一个是 BMD， 然后第二个是 Adcom， 然后我们就去了隔壁的图瑞斯，接下来是索尼，然后最后一个是 Spirit Lab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正在尼斯的展位上，那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蓝光的展位。明天我们还需要拍更多的厂商，啊，累吧？是这样。现在是6点多了，展馆已经关闭了，大家都往出口方向走，然后今天就算结束了。怎么结束？好多人，好多大巴，专门接送他们的。还好我们酒店只有差不多十分钟，还好我们酒店只有十分钟的路程，然后我们现在回去酒店找听他们了。Room service。我操！怎么在这呢 ？Hello。Room service。靠着肩膀。知道，我们也一样。